上文书说道，岳云拿定主意要用落马分宗锤制胜金蝉子，想这儿故意的假装败阵堪堪不敌，猛然虚晃一锤拉个败势。哎，金蝉子毛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了，跑了。真败吗？不是，真败怎么办？当口一吃惊，马跑一条线，问门起跑，有人打接应。贾宝呢身子悬起来，两只脚啪一点马肚子，战马，嗯，这叫贾宝，明白了，贾宝呗，提着紧头的嘛，不出步数干嘛呢？等着后边追。金蝉子那么一看呢，好，云要跑，哈哈，哪儿跑啊，非给我兄弟报我仇不可，拿命来，追过去。月月一看他追上，好，左手的锤柄本插进铁锅梁半关头的窟窿眼内，把锤插进三分之一还多一些，一反手绷抓住锤柄，全身的重力可都在这左手，右手锤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身体往前一哈，很快金蝉子就追上，追到马头相连马尾之际，金蝉子一探身，正好能砸到月云的后背上，关键在这一锤，就是他往下一砸，月云想用落马分鬃绝命锤了，你要是躲早了，往下边一翻身必须要邓里藏身，躲早了敌将就明白了，我中计了，血马往旁边一闪，这一招用上了，躲晚了啪扑打死了，你还怎么胜人家，这阵儿就看谁脑子快功夫强了。岳云呢耳朵就听呜，天方左响奔后脑海，往开挺身奔后背，这个锤在什么时候躲，在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碰着假叶子，擦楞一声，这个尺寸太难了，岳云猛然在马上大翻身，哎，忽悠闪到马肚底下，身子全仗着手抓在腿柄上，人可就到马肚子底下了。金蝉子往下这么一砸，嗯，好，误会了，因为他都打懵了，连战四将和岳云又打了半天了，说出一句话打了五十回合，实际拿重点说站了两三个小时，哎，他糊涂了，我这锤打上没打上，说我没打上，他怎么掉去了，说打上，哎，这一愣神之际，好，就在这么功夫，岳云可要用分宗绝命锤了，右手锤从哪儿打，从马肚子底下马的后腿当劲儿往外一扔，扔出去奔金蝉子的前心打来，正是金蝉子一愣神啊，说书说的慢，打的是太快，那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啊！一愣神，啪的一声，护心镜就碎了，人字骨被砸折了。金蝉子五腑六脏翻了个，心脏从左边都挪到右边去了。大口枪血，扑通扑通，锤落地，人张落马下，在两军阵前，这边喊哈，那边哎呀一声，扑通扑通掉下马好几个，几乎就一下子昏过去了，那还能打仗？他没事一看，我的妈呀，完了，全完了。岳飞一看，把令旗的空中一举，三东二郎给我杀杀，咚咚咚咚，万马齐奔冲向金营。岳云学战马来到了自己锤这，一个夜叉探海伸手把锤捡起来，挂好了，苍狼吐出肋下宝剑，很快来到金蝉子近前。把人头隔起来，盔头打掉，搂海带打开，法器缠在手上，捡起之后挂在了自己的马腰子旁边，怎么取下人头号令三军呢，学马奔本部军的就跑，二叔哎，我赢了，爹呀，我胜了，真高兴。是啊，岳飞在牛头山竟打败仗了，今天可算赢了，这场凶杀恶战咱们点断接说，金兵损失数千人呢、好不容易大王张邯二王老韩三官党韩武安泽立和几扎元帅啪啪一阵丢人箭射退宋军两下收兵，再看宋军唱着德胜歌敲着德胜鼓，动动啪动动啪，高高兴兴回到牛头山，岳飞往中军宝上一坐，这阵儿新人头也不一样了，呵，脸上带着笑纹，啪打开功劳簿一一记功，李雷、何元庆、傅天亮、岳云
啪啪都写完了，众将两相站立，皇上得了信儿，乐得了不得，派李刚特来给大家道喜，山上犒赏军卒，然后静下来复光来见岳元帅。哎呀，打了这么大胜仗，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好，岳爷说，哎，别太高兴了，事情不做完，虽然禁不住死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北国两条好汉没了，断去他的膀臂，但是真气没伤，元气未损。我们要想保护万岁下牛头山，必须里应外合。傅将军，但不知道前程，我就牛皋班兵，让石家元帅各带五万人马到牛头山外集合，可曾到达？岳爷，我正为此事而来呀。我呀是受众家元帅委托，跟您回顺昌元帅刘琦、西川节度使吴介、吴林、藕汤关总兵金杰、湖口总兵谢坤、右军元帅张俊等人带兵赶到。现在把牛头山外的金营围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我来就是和您定日子了，哪天我们里应外合，大破金兵，迎请圣上转回京都。好，岳飞一摆手，禀退左右，然后请来了李刚、牛皋商量什么时候好。今天是8月16日，最后定在9月初一三更天，里应外合，大破金兵。你呀，告诉张俊、刘琦等人，他们由外往里杀，我们由里往外杀。只要杀退金兵之后，不用交令，各回房避免的麻烦。也请张元帅、刘元帅把圣上送回京都。一会儿呢，我叫宗方宗将军和你一块走，叫他去打长江王杜充，得下金城，万岁回去好有地方安身。另外你还记住了，留一条活路，你需要如此怎么办，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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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擒住姬无珠，就能换回二圣还朝。好，真乃妙计，照计行事。就这么的，用罢了晚饭，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由岳云、傅天亮护送东方、傅光闯敌营回击门关。他们冲出去之后呢，东方领人呢带着刘琦的人马去取金陵，这边傅光告诉其他各路人马，等到9月初一好杀上牛头山。岳飞这边呢安排一切，告诉众将，你们都归置好了，一些军需器械辎重都装好，不过下山之后啊，这个营房不要拆，冲破金营再拆，万一冲不出去还得回来住，皇上最好你在山上等着，皇上不干不行，我非和你们一块走不可。那么还有商的灵柩呢，高宠的灵交给汝南王郑怀、东正王张奎，由他们两个人送回家乡，王毅的灵柩由王信送回家乡，一切安排停当，单等9月初一破金乌珠兵马。回头再说金乌珠，他儿子金蝉子一死，他像丢了魂子，三天没起来床，哭得个泪人一样，不吃不喝，一切由哈密市张罗，找木匠磕了个木头人头，给金蝉子尸体安好了，找来棺椁，派小卒运回北国。金乌珠有点害怕了，这次兵进东原，伤了俩儿子，损兵折将，回去怎么和老郎主说呀？到第四天，金乌珠挣扎着坐了起来，军师啊，这仗怎么打？军都来报说，顺昌元帅刘琦、右军都督张俊等人已经把我们打了包围，下一步怎么办？军师哈密市也黔驴技穷，半天晃晃脑袋，哎，四郎主，这仗没法打了，我们派人搬兵求救，北国不给我们派兵带将，我们想撤也不容易，兵困牛头山不易，撤军更难，别忘了这一年的光景，我们得了多少珠宝玉器古玩呢，我们得带走啊，打仗为什么为发财呀？如果一撤退，慌慌张张把东西都撂下，合作我们杀人空断两手血，还说了半天怎么办呢？不要紧，您在这守着，我现在就走，我到金陵去，金陵城内还有10万金兵强将，还有杀家五虎，我到那儿叫他们赶快发兵到这儿打接应，如果能打则打，不能打
帮我们抵挡一阵，我们撤出牛头山，赶快回去。秣马一兵，单等金枪马壮再进中原。不过我们回来之前可千千万万别动，但是得做好撤军准备。知道了，军师啊，你可快回来。多少日子？多则十天，少则七日。你可快点，快快快！就算吧，哈密士走了，金兀术做好撤退准备，闭门不敢出战。七天过去，哈密士没回来；十天也过去了，哈密士还没到。金兀术可真的害怕了，怎么办呢？咱们再说山上。转眼到了九月初一，也就是前后夹击金军的日子。这天，事先做好了准备，十万大军要下牛头山，从鲜花桥这一座桥过，那得过什么年头啊？打了十几道浮桥啊！白天准备好，军卒将官士气高昂，早早打好包裹，收拾几身利落，下了牛头山就可以回家居家团聚。完婚的、祭祖的，皇上高兴啊！收拾利索，二更天造饭，三更天元帅升座大帐，齐军过保，发放军情一并。走兽无内抽出头支金皮大令，鱼化龙之令。末将在于将军，本帅命你带着锦袍将岳贞、双虎将孟邦杰、铁面天王董先、呼天宝王天庆带五千人做头路人马，杀下高山。得令啊！鱼化龙将令箭接在手里，转身出去了，点兵去了。第二指令叫先锋官牛皋领着金锤小太保岳云、银锤将何元庆、铁锤将狄雷、铜锤将傅天亮领五千人做二路接应，杀下牛头山。第三指令叫汤怀和王贵、张显、赵毅、周青、姬兴等人领五千人随后下山。后边有四家王的护驾，谁呀？汝南王盛怀、东正王张奎、西正王罗邦、八百里敬山王呼延觉。不光保护皇上，还有那上山的几位老臣呢，像王渊、李刚等人都得人照顾。其余的将官跟岳元帅一块杀下牛头山，众将一队一队全都走了，等信炮一响，好一块出征。随后呢，岳飞找来玉虚宫长老和药王庙的安道全。岳飞再三相信，这一年多给你们添麻烦了，把庙里也造型够呛。这么办，等万岁还朝之后，国来国币躺银，给你们重修庙宇，再树金身。安道全说，这一年多我算知道了，岳爷真是好样，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如能跟随岳元帅那可是福气。我有一子叫安景顺，这么办，将我写封书信叫他投到军中，他的医道和我差不多少。岳飞说，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谢过了。三更一到，火公司点起了信号，叨叨叨炮声一响，各路人马杀下牛头山呢。头一路是鱼化龙带着五千人先过了河，直奔江城。金兀术得信了，梦中惊醒，吓得赶紧顶盔挂甲，收拾紧身利落，炮声响亮，再看牛头山周围连营的翻兵翻将全起来了，怎么办？应战。鱼化龙五员再上去，金兀术派了大王章邯、二王喇韩、三王达韩、五王则立四将迎了上去。第二队拔着锤上去，牛皋过去，派出他五家元帅詹木虎、焦木虎、铁木真等人又攻了过去。后队再上，大小都督平章，双方混战，是杀的天昏地暗，鬼神皆惊啊！岳飞亲统大队，在这坐镇，现在还不敢说战局如何呀。如果杀不过去，还得回山上蹲着去，杀过去更好了。就在这阵儿，十路总兵由外往里上，顺昌总兵刘琦、右军都督张俊、藕汤关总兵金杰、湖口总兵谢坤等人领兵往里这一攻，金兀术吃不住劲了，翻兵翻将叫苦连天，只差爹娘少生两条腿，想跑往哪儿跑？是杀的尸不入山，血水成河呀！金兀术不由得仰天长叹。想不到这次我败得这么惨，这怎么办？军兵撤。四郎主往哪边跑？是啊，东西南北往哪儿跑啊？此时已经日出三竿，派人一打探，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有大宋兵丁，各路秦王全到了。
远谈近谈刘西看最后有人报铁兵四郎主北边没有军卒把守，我们可以过去。好，往北上。就这么大小车辆翻兵翻将一直往北跑，这条道路是岳飞给留的，因为要是把道路都封死了不留活路，金兀术困兽犹动，玩了命了，宋军要伤亡惨重。那么前边有没有堵截的？有，事先岳飞和总兵傅光都说好了。岳飞一看金军撤兵了，心中大喜，急忙传令告诉众家将官保护皇上离开牛头山，马踏敌营离开险地。这边有人保皇上，岳飞人马追赶金兀术，追出五里十里十五里，金兀术正往前跑，突然前边到炮声一响，唰啦，宋兵拦住去路，金兀术别走啦！啊，吁，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40万人往下撤呀，不用说叫宋兵杀呀，就是你抢我夺，人赔马压，死伤估计住啊，那可真是血水成河，尸骨如山呐！哎呀，诸位将军，快来保驾！再看平章都督，爹子妈嫁人，个人顾个人，身旁啊都有点财产，生怕自己过来把这东西丢了。要不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大王张邯，二王老韩，三王达韩，五王泽立，呼啦就过来了。元帅，稍安勿躁，还有我们呢。就在这时，远处来了一骑战马，马上有小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伏龙须，掌中一杆亮银枪，金兀术拿命来。金兀术大吃一惊，闪目一看，哟，好威武的小将，银盔银甲素罗袍，面白如玉，五根端正，眼角眉梢带有杀气。什么人？问俺。我父亲数个字说，韩世忠，我的母亲梁红玉，你家二少爷韩彦直。哦，金兀术点点头，他知道韩世忠、梁红玉，大宋朝有四家元帅，这四家元帅很厉害，除了岳飞、张俊、刘琦，就是韩世忠。韩世忠啊，当初是两郎关总兵，他的夫人梁红玉虽然说是妓女出身，这个女子文武全才，很有智谋，那是个贤内助。不过金兀术投进中原，雷震三山口，炮炸两郎关，韩世忠夫妻把关城丢了，二人弃关逃走，躲到一座高山上，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又寄聚10000多人在山下打的小股金军。康王赵构继位之后，又把韩世忠夫妻招回来了。现在在哪儿呢？在镇江，镇江总兵超严水师人马。韩彦直来干什么来了？韩世忠两口子合计，皇上被困牛头山，那岳飞既缺兵将，又缺粮饷，叫儿子闯营报号，请示岳飞，需不需要我们夫妻解围救战。就这么韩彦直就来了。偏巧刘琦、张俊带人马往里攻，今天是大破金军的日子。韩彦直一看，嘿，赶巧了，立功日子到了，跟刘琦一说，刘琦说走吧，咱们一块往里闯吧。就这么韩彦直拦住乌珠道路。金兀术一听啊，韩世忠的儿子，嘿嘿，这是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也来欺我，真是墙倒众人推，祸国乱人垂呀！众将官，哪个亲他？再看没人搭茬，大王丹还想，这阵我可得上阵了。催战马来到当场，扣住马镫，手擎烈子双锤。小娃娃，我陪你走上顶。你是谁？我乃詹韩氏也啊，金兀术的哥哥。好啊，小爷陪你走上300号。小伙还没等伸手，再看大王张邯夺路逃命心切，故此先伸手了，左手锤刷泰山压顶，和韩彦直的顶梁打来，右手锤来个拦腰锁玉带，哗啷也过去。韩彦直一看双锤到了，不敢怠慢，手中大枪用枪挡，嘡，磕开上面锤，一压下面锤，猛然击一身，刺楞，活蛇吐信，直奔詹邯的梗嗓咽喉。枪来得太快，
不但詹寒吓一跳，连金乌珠也是一愣神儿。哎呀，韩彦直这枪可不错呀，看来不次于他爹。哎呀，看来今天我想逃走是登天太难，想找军卒擂鼓助威都掉过鞋套了。到信炮一响，干什么就翻兵翻将往这块寄聚。你想好几十万人往下逃跑，想把人集中起来排成队列都很难呢。这阵俩人已经打了五个回合，詹寒的本事不错呀，多次进犯中原遇险可都得活命，今天可活不了了，也是他受禄已到。二马错蹬之际，韩燕之猛然马上一回身，那个犀牛望月哎刷大枪奔詹寒的软肋打来。詹寒再多躲不了了，为什么？几次进犯中原，詹寒年事已高，手脚慢了，脑袋反应也不行了，躲闪不及，一拧身正好从软肋扎进去，多没有这么深呢，疼得他啊的一声双锤落地。再看小伙子一扬把一和韩燕人一使劲，日把詹寒唰啪还挑到宋军的队伍当中，战马落荒。金珠一看，哎呀一声，脑袋嗡的一下，眼前金星银星乱冒，差点摔倒。多亏他的两个哥哥赶紧扶住他，元帅元帅保重，意思说我大哥死了你别再有好歹，我怎么办呢？宋军一看也好，詹寒死了，嘿呦，有人过来干嘛，嘎巴挑开落海带把龟打掉了，伸手把辫子抓住，拿过刀来把脑袋隔起来，手这么一颤，哎，韩公子给你人头。韩燕直挺乐，学马过去了，一伸手把人头拿过来挂在自己的马的交环这儿。要人头干嘛呀？五代去报功，要凭敌人手迹。你说我把詹寒扎死了没手迹不算，这是凭证。金乌珠等人再也没法打了，仗着人多呀，像黄河决口子一样往前涌。双方打了交火首战了，就像砍瓜切菜这一般，这下不补结呀。金军还有多少人了呢？剩14-15万人了，剩下哪去？有的四散逃奔，被周围各家总兵的军卒给消灭，有的逃跑藏起来。金乌珠领着15-16万人继续往前逃跑，往哪儿去？金乌珠现在都糊涂了，心想：军师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还不来？我呀，得奔金陵去。金陵有我10万兵将，到那儿藏锋掩锐，掉头